看，我已经打到敌人内部了，小顾披风给我。天哪，表示这样的长相也太糟糕了，什么校董啊？我不懂，我爸说了，得到上好学生可以做到开学的。我新买的毛毯。算了算了，大过年的。奥特曼，感谢前辈的豪气的火箭。你还乱传礼物，这个是5000块。不就花你点钱吗？我得奖状奖金可多了，还你。所以你玩这么多天，作业都写了。我妈说了，不会的你们写，巧了，都不会。我们才不写。就你们写，你们写。天哪，这也太多了吧？你要不明天写？不写。快想想办法嘛！这么熬下去，七妹姐和小鬼姐都长黑眼圈了。别急，我包里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，它含有咖啡因和透明质酸，能抗氧化和保湿，加速我们眼部血流循环，减少黑眼圈和干纹。奥丽酵母还有 CrownoLux CB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，能提升眼周的自我修护力，这是壮质地轻盈滋润，不会有长脂肪力。使用时记得轻功按摩三部曲，首先点在眼头、眼中、眼尾，轻轻拍开，再逆着眼纹方向打圈按摩就好了。现在还有优惠呢，买一瓶把其他明星产品带回家吧。这么好呀？完蛋，靠你了。我那样真行吗？放心，对付子航就以毒攻毒，有另一个熊孩子。开门开门，快开门，你怎么丸子红包那么多？我才这么点。因为我丸子比你更优秀。丸子考试次第一，整个没有。不像你才拿了一次奖状。现在这个家我说了算，连你也得听我的。妈妈，我再也不要到他家玩了，不好玩。冷静，耶！我刚把他领回来你就下手，他就是绿茶，怎么变造？丸子别哭，你揍了不就便宜受挫了吗？我找到所有的浪女证据了，快让莫姐解释一下。他不会信的。他会的，就凭一个监控就想重获信任，搜索送客，走吧你。为什么？你都知道真相了，还不愿意？因为我能为公司创造更多效益。梦姐当然选择我，抛弃你了。什么？你走之后，我会把你的一切都给锁锁，也只有他一个妹妹。白签了。你要和我断绝关系？好，既然你这么绝情，我签就是了。慢走不送。说好做一辈子姐妹，现在却跟我断了关系，这是。莫姐不送你礼物了吗？她最近工作累，头发都枯了，你就送她最爱的欧莱雅大金瓶做回礼吧。这个洗发水不含硅油，泡沫丰富又绵密，洗完头感觉超级清爽，护发素也是发膜级别，添加了贵妇级护肤成分，用后头发柔顺有光泽，连直板夹都省了。而且味道啊，还是莫姐最喜欢的法式花香味。还是别送了。丸子呢？丸子，七妹姐你别生气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你竟然想背着我卖我公司。七妹姐你在说什么？这下公司就是我的了。哼，不是我签的，是苏苏陷害我。你血口喷人。莫姐你说句话，肯定是你也在场的。我不过是跟你断绝关系，你就要卖掉公司报复，你的心怎么那么狠？莫姐你怎么能这样做？我好吃好喝供着你，你就是好日子过够了想害我们。不是这样的，七妹姐小慧姐连你们也不相信我了吗？恩将仇报还倒卖公司，真是个白眼的。事已至此就不打扰姐姐们了，感谢姐姐们一年多的照顾，没我的日子姐姐们也一定要幸福。莫总别忘了答应过我什么，想要丸子活命你必须听我的。你姐姐们听说是这回合你转和我，我们意思是吧？好啊，那不需要逛街，我没钱。有些人啊不是不出门吗，义正言辞的。是啊，你看我这是自愿的吗？我不去啊。七妹姐相信我，信不信今天逛街一分钱都不用花？真的假的？这样能行吗？放心，看好了结账。你学你也会。最近仪态百货38女王节有活动，各种大发上新，化妆品满1500返300，美妆服装券超值划算。下载喵姐 APP 还有更多福利。是姐妹才告诉你，你确定不买？买，我天，太划算了，都给我包上，我在选姐。真傻逼的女人，这女人疯了。肯定是没戴口罩。其实你差了一个这个，来，
真是我的好闺蜜啊！是个鸡巴呀！声音唱歌也太好听了吧，得了这么多奖哎，跟演唱似的哈。有人家这天赋，我都给你开演唱会了。什么呀？怎么又唱歌？这不是搞音乐大哥？妈，音乐是我的爱好。爱好能当饭吃吗？这些女生不学得有前途的，将来怎么养活自己？开始说。姑妈，你上次学医的爱好，他够抵触你吗？他敢，他都是我都安排好了，这辈子就学医。你还监视他，这不是侵犯轩逸的隐私权吗？我是为他好。你干什么呢？没，我写作业呢。写作业？我让你骗我，给我。妈，没有。好啊，背着我练歌。没有。给我过来。妈，我不敢了，求求你了。给我过来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敢了。让你不听话，让你练歌，让你不听话。我不敢了。姑妈，这可是高难度的处啊，多伤嗓子啊！就是要把他嗓子毁了，看他怎么唱。姑妈，你太疯狂了。来吧，学姐抛。你怕什么？看清楚了。以后怎么当医生？又看哪？看清楚了，想当医生就得过这关。够了，你就别逼他了。他晕血，你不知道吗？那又怎样？医生不要见血，他就不会忍忍吗？够了，从小到大都是你替我做决定，我就不能做一次我自己吗？我支持你。女生本就不该被人定，还要勇敢追梦。既然你喜欢音乐，这个学步歌词蓝牙音响推给你，它不仅有三个调音模式，还是饱满中频，仙女左下角还有惊喜呢。天猫38节，跨店每满200减20上过封顶，鼓励你释放天性做自己。我现在就去下单，我要释放天性，勇敢追梦，我一定会考上最好最好的音乐学校的。反了你了，敢不听话。孩子不是你的私人物品，有我们在，你别想动他。不动他，我动你好了。姐，丸子，快来快来，我来了。丸子姐又开豪车来接你啊。还带这么多零食啊？都是过来随便买的，一起来吃吧。姐真有钱，不像小美她妈天天去破电瓶来。小美，都怪你，害我在同学面前丢人。小美，凭什么他们这么有钱？想变有钱呢？谁在说话？想和他一样富有呢？我想这是钱令交易纸，写下名字就能用寿命换钱。一年十万。这家挺好吃的，我们一起去逛街吧。我就想立刻变有钱。怎么突然多了小皱纹啊？居然是真的，真是发了。这个都给我包起来。最近觉得身体好差呀、啊，还要拔大啊？怎么变了这么多？最近木姐工作太累，熬坏身体了。我一会儿还要见客户呢，我这里没事儿。我有贵妇专用美容仪宙斯，最贵美容仪抬头可不是白叫的，十倍价格，十倍功效，什么皱纹，什么水肿，用钱消灭他们。看，这就是金钱的味道，这就是富婆的生活。这个微电影触感真高级，皱纹变淡吧，消一条皱纹才1000块，真值。有钱真好。不过你哪来钱啊？我在天猫优先申领的大牌试用啊，手淘搜索天猫优先，你也可以一分钱领到，试用在手，富婆我有。不早说，我也要领。你帮我做点认真点啊，买单。又没钱了，交易纸呢？我要钱，五年、十年。啊，又变回来了。我背这么严重，还满脸皱纹了，怎么会瞬间变老？冰冷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你不就是钱吗？不说明换就好了呀。寿命一定是小美。说话10年20年，果然是你，海默姐。那又怎样？有了他，我就有花不完的钱了。给我，是我的，还给我，给我，还给我！打起来，快打起来！原来是你，别死，还给我，是我的。我的年轻回来了，太好了。